朋友们，看看这个帅哥帅不帅？你们看他刮光头好看还是留头发好看呢？帮忙投下票啊！朋友们，看看这个大哥帅不帅？你们看他刮光头好看还是留头发好看呢？帮忙投一下票啊！等一下我把这个刮脸的视频也发上去啊，点点红心。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啊！用了后边那个好那么说的，你坐一坐的，用了烫个塔咋扒拉那样？从别的地方用那大车，啥那玩意？他家就小的像空城的。我头上也有个牌子。你看看都这儿你这儿横着那个地方。咱这天在头上，是不是？这有点时间，他那是多大扒拉了？那骨头都没往那块儿来块儿的，听谁的一个他是得了病了，从那挖开了把骨头去了。那是刮光头一个，拔了头不好刮。啊，拔了头不好刮呀？你的头发好刮。拔了其实啥的，闲着胖了刮了，就这么拔了都，那边光刮拔了，你不都干了是不是？嗯。刮拔了吧都，刮拔了，他都干了，你刮吧你。还有那后边一撮子一撮子的，哎呀。那什么那地方了？那有结的吗？你先把好刮了刮了。那没到哪个地方给我扔上？那个走的真难看，奶奶呀，那个。那个结。平时刮这光头，刮再做光线给它刮得过一点，那个舒服刮过来。挠痒的时候，那时候挠痒，越挠越先叫挠，越舒服。到刮了顺当的时候，那个头皮也先舒服了。哎呀！这刀子是自己磨的，现在磨？个人磨，成天还刀子在那磨。自己趁手这家伙是吗？行了，是的，刮头的刮过去。
嗯，你看，你看，嗯，皮带花儿，嗯，嗯，哎，那大树木那个，那哪样？刮我你就洗了感觉吗？啊？你听听听。